大家好，这个是我们刚才加工的花生秧，用690型粉碎的，安装8毫米筛网，粉碎的特别细。现在我们用重正150型饲料颗粒机压制颗粒，机器上面配套的是两相电的4000瓦纯铜线国标电动机，带有电压显示功能。我们开机。我们已经压制成功了，这种是纯草料颗粒。为什么戴手套呢？因为这种颗粒非常的热，非常的热，稍微晾晒一下就能直接储存或者喂养使用。这颗粒非常的香，现在花生的香味，相信这种颗粒牛羊肯定爱吃的。半熟的青发酵料。大家好，这是我们刚才用750型粉碎过的新鲜的构树枝和构树叶，打得特别细。现在我们和玉米粒混合搅拌一下，压制颗粒，看一下出料效果如何。哦，这颗粒非常的热，稍等一下晾晒一下就可以直接喂养了。像这种颗粒因为水分比较大，如果想储存的话也需要晾晒一下，根据这个颗粒水分大小，水分大的可能储存的时间就比较短，一般是2-3天，水分小的话，像这种青饲料颗粒时间长的能储存到1个星期左右，如果是干饲料颗粒的话一般是能储存到3个月到半年了。等一下，我们直接养猪用。